现在要带各位做四连音的切分音练习。在做切分音练习之前，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切分音。切分的概念其实到目前为止很难找到中文有具体的详细的说明，这个定义其实有一点含糊。我这么说好了，一连串的规律的速度之下，它会创造一种默契，像是这样。我举个例子，相信在这个速度之下，你已经听到一个稳定的脉冲了。接下来，我想要在这些音跟音之间塞一些音，它会改变这些刚刚这个稳定的脉冲，让声音听起来有一点跳跳的，像是这样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原本的大大大大这种规律中间塞了一些音，让整个节奏听起来有一种瞬间紧缩了、跳跳的感觉。但是你还是听得出来原本那种速度的规律，整体节奏进行的速度并没有改变。这个是增加切分音的另外一个概念，是减少，就是原本的大大大大，我突然省略了某些音，不要让它发出声音，听听看。1, 2, 3。突然省略了一些音，这也是切分音的一种。接下来你可以把省略的概念跟增加的概念一起用，听起来会变成这样子。当然，这样变下去是没完没了的。所以接下来我想要用比较有系统的方式去分析这些切分音，帮助各位厘清所有切分音的组合跟它变化的可能性。首先，我们从四连音的系统开始。在之前，如果看过我其他节奏训练的课程，你会发现跟打鼓的概念非常的像。现在我们把四连音里面这四个音整理一下。大部分的情况下，四连音我们会用下上下上的方式来刷弦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第一个音跟第三个音是往下刷，第二个音跟第四个音是往上刷的，像是这样。这四个音，但是我不适合说成 one two three four， 因为那样会让人家误会为我在算拍子，应该算成one e n r。这四下里面 ，one 跟 n 是往下 ，e 跟 r 是往上。再一次 ，one e n r two。以这个概念为基础去做今天的四连音切分练习。等一下，这些刷弦里面如果有些音被省略了，例如省略了第一下，那就是那个往下的动作要被省略。我会建议你手还是有摆动的惯性，但是要去练习不要刷到弦，错过第一个音，然后把二三四变成上下上这样刷回来。所以是One E N R， 第一个音省略，我们开始咯。第一个练习省略第一个音，所以第一个动作挥空，但是不要动作太夸张，故意绕很大的圈去闪开弦，只要去练习不要刷到就好了。你的动作手指不需要离你的弦非常的远，不需要刻意这样子。One E N R， Two E N R， Three E N R。这样太夸张了，动作也不自然，轻松的摆动。从正前方的角度，你会几乎看不到我的手的动作有什么差别。因为离开你的弦只要差个一点点距离，就可以避开，不要刷到了。来咯 ，one， 再一次慢一点 ，one，two，three，four。你可以用更慢的速度，不见得越慢的速度越好，你可以去摸索一个适合你的速度来练习，太快或太慢都不理想。现在我们来试试看第二个变化，就是省略第二个音。第二个音是往上刷的，所以那个动作我会稍微离开我的吉他弦，听起来会是这样，哒，嗯，哒，哒。
刷起来是这样，下下上，这是第二个音省略，算拍子哦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接下来省略第三个音，顺序是下上上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再来省略第四个音，顺序是下上下那个就是挥空啊，但手是往上拨的那个惯性要保留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再来，这四连音里面，我要省略两个音。我先省略第一个音跟第二个音好了，所以声音是加加，你也可以这样算，下上来咯。One, two, three, e。Four e, 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好，跟刚刚那个练习反过来，我省略了第三个音跟第四个音，然后保留第一个音跟第二个音，所以是下上下上one, two, three, four， 来喽 ，one。再来，我要省略四连音里面的第二个音跟第四个音，所以会保留一跟三都是往下的，所以是下下来喽 ，one e n r， two e n r， three e n r， four e n r， one， two， three， four。反过来，我只弹每个四连音的第二个点跟第四个点。第一个点跟第三个点不弹，所以二四会变成往上拨，声音听起来会是这样子，加加加加，来喽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one two three four， 再来。我要练习省略第二个音跟第三个音，所以剩下第一个音跟第四个，好是下上，中间空着二三个音，时间空着比较久，但手那个摆动的惯性记得要保留下来，对于维持稳定的速度有些帮助。来喽 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one two three。再来，反过来，我要省略第一个音跟第四个音，第二个音是往上，第三个音是往下，来喽 ，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。再来，我要省略四个音里的三个音，只剩下一个音了。先第一种就是剩下第一个音，后来二三四的音省略掉。One, two， 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的手还尽量保持摆动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再来，省略到只剩下第二个音，变成 one, two， 这个位置。One。n r two e n r three e n r four e 向上刷 one two three four， 再来剩第三个音 one two three e n r four e n r one two three four， 再来只剩下第四个音。One, two, three, four. One, two,
three, four， 还有四个音全部省略，这也要练习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